可以吗？喂。因为你是话筒呀，没关系的呀。哇，这个你应该在那个节目单位待过很久，对不对？很受益的感觉啊。对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为什么要找女生来唱？因为这首歌曲的副歌就是女生唱的，然后也是南拳妈妈的之前的作品，就是《牡丹香》。可以把他的麦克风再调大声。喂喂喂喂。哇 ，OK 吗？来喽。你从那头瞧着看，月光下一路美满，青石板的老街上，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城墙，如今到底啥模样？逃不了的都叫做远方。去的名字叫家乡，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聆听感说你声音悠扬，风铃呀花轻吹响，江边的小城中午睡大江，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，我叫不清唱出想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进窗，银白色的吻留下的儿时的窗。哎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？默默还是你要上来吗？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，你从那头瞧着看，月光下一轮美满，青石板的老街上，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城墙，如今到底啥模样？逃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聆听看唱你声音悠扬，风铃呀花轻吹响，江边的小城中午睡吧大乡，谁在门唱那首牡丹江，我叫不清小桥下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进窗，银白色的吻留下在儿时的窗。秀秀，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聆听感受你声音悠扬，风铃摇晃轻吹响，江边的小城中午睡吧大乡，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，我叫不清小桥下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进窗，银白色的吻留下在儿时的窗。我们给 Stella 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